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这是早上啊，北京是晚上，在美国的早安，北京的晚安啊。这个大家声音还能听到吧？挺好吧？哈，太好了，太好了！我希望大家能啊，今天主要咱还是测试啊，主要是测试，希望大家这个。能对这个测试呢，这个能多提意见。啊，为什么总是张强的歌啊？我喜欢，你们要觉得不喜欢，咱们可以换，好吧？咱换不是张强的歌。这个系统的测试对我们非常的关键啊！河南开封老乡，很流畅，太好了。相思小蚂蚁。没声音不会吧？有声音吧？啊，有声音啊，挺好。有些推友们可能你的系统有问题，有问题啊。江苏人民发来贺电，很好，很好。啊，好好好好，这个关键是这个要试一下咱们这个系统啊。这个时间试呢有今天的意义，等未来你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今天这个改成了9点钟，大陆的9点钟啊。这个时间玩活动比较频繁啊，是挣钱的好时间，所以说呢，这个时间要试一下。有推友问我穿的西装这个什么牌子的，然后呢白西装，大家可以注意看，我穿的白西装呢每次基本上没有重复过，大概有一件白西装重复过2次的。我喜欢白的西装和深色的西装，大家也看到我的那个西装这边是我自己的独有的设计。那个两个这个勋章扣，那是我自己设计，我每套西装都是我自己设计的，这个他们帮我做的，说你看上去一样，实际上都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衬衣，大家看到好像是一样，实际上都不是一样的。说牌子呢，这个就是那个 Brunelli 的 Stefano Ricci 的啊，就是这今天这个是那个，道吉嘎巴纳他们给我特别做的啊，徐昌的好。还有今天啊，推友呢，很多人在问我的，就是这几天关于还是大连开庭的问题啊，开庭的问题，让我讲。我昨天可能大家讲了，有些人没看这个视频，我再次重申啊，所有的朋友是看 YouTube 视频的时候，别忘了点击订阅那个钮，点击订阅那个钮。再一个呢，大家拜托了，千万要上文贵的那个 YouTube， 然后呢，我那个头像确认是我的，然后现在那个订阅已经超过70000多了。希望大家呢把那个点一下订阅好不好，谢谢各位啊，谢谢朋友们，谢谢。那么这个昨天呢，很多人在这个都在问说这个关于北大的这个不是北大呀，这个大连开庭的我的看法，因为我一直在看屏幕啊，开庭的这个看法。最重要的是大家注意，开庭的所有的事情我在上次视频已经讲了，就说这个未来我会可能在明镜也会在我的直播视频里呢，我会讲一些关于这个所有开庭的。我原来也说过，我将对我和马建副部长的关系，我和孟慧卿这个先生的关系，我和这个所涉及的这个什么骗贷案、骗贿案还有的我要涉及的 N 个的案件，他们给定的啊，我会一级一级的逐样的认真的详细的负法律责任的向推友们、向社会们、向相关机构在视频上说得清清楚楚啊。今天衣服汗，今天这个事你看是有细道的啊，细格的，然后这块是翻的这个料子做的，然后是用针缝的，而且这个只穿给推友们的啊，到目前还没公共穿过呢啊。那么所有的这个有关的案件呢，这个到现在已经开庭的公开看到的信息，这对文贵是巨大的帮助。因为你光听我一个人说没有意义，现在你从法庭上看到了不可逆转的、不可更改的视频，这是为啥我这两天相当之兴奋，因为视频已经公告了啊，文贵也能说的空间也在视频范围内
或者说对视频的作为一个参照的标准，我可以谈出我的看法。那么盗播贼们不可能再把视频给改了，他说那个是假的，那是不可能了。包括马建副部长这个所有的那个被录制的视频啊，在这个失去自由下录制的视频，那都是很有意义，对我很大的帮助的。大家要想想，索贿和敲诈勒索和行贿和借款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啊，有什么关系呢？这是这个你们想过没有？咱们为什么所有抓进去的老板啊，所有跟官员的经济来往全部被定为为行贿，没有借钱，没有敲诈勒索，没有这个索贿。在过去的15年里面，大家可以看看所有的官员被抓起来以后，被通奸、受贿、啊渎职，基本上都是罪，从来没有索贿啊。这个老板都是愿意拿着钱送到当官的门上去，然后呢，都是没有敲诈勒索。所有今天推友们，你们都是在国内，你们都是深有感触的。谁愿意把钱给你当官的去啊？谁愿意把钱？有病啊！他拿着钱给你去啊？不管什么原因给你钱，心里都不舒服。为什么没有索贿？为什么没有敲诈勒索？都是行贿，而且都是当官的非常不好意思的把钱给收了。啊？而且当官的都聪明得很，他难道那不是行贿吗？他难道不知道那是索贿吗？他难道不知道那敲诈勒索吗？他最关键的问题啊，很多人都忘掉了，官官相护。为什么审判没有人民的参与呢？既然有人民的反腐，为什么没有人民的参与呢？啊，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啊。那天审判庭上有人民吗？很多话我现在不方便说啊，所以说大家关心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未来我就针对所有有关我的案件，逐一逐一的谈出来。我再次向推友告诉你们，任何有文化、有法律常识的，当文贵开口之日，你们对所有的关于文贵的案件，你们会惊讶万分，你们无法想象。记住我今天说的话，惊讶万分，无法想象，啊，大家走着看。那么另外一个，大家去看这个案件，问我怎么看的时候，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啊，啊，这个我得提示我，现在我骇客开始攻击了，已经开始攻击了啊，这个好，他们开始攻击，我们就能看到希望，我们能找到他们啊。这个包括那个这什么叫郑什么，昨天我看到李鸿宽骂他都爆粗口了，那简直。那什么郑介甫、谢建生，这简直就垃圾中的垃圾，那个简直是超级的骗子、流氓。他能成为名字，能上这个，跟叫推友们听到，都是侮辱你们的耳朵，侮辱你们的智慧。那个人简直是垃圾的，不行了，简直是啊，不能再行了。那这烂的就不能再行的烂的，那这个人太糟糕了啊！你们如果能看郑介甫的视频，那真是推友们浪费你的时间。你们就问两件问题：你见过郭文贵没有？你跟人家郭文贵啥关系？他说过一句实话吗？你问问他，他为什么待在澳大利亚？他有几个老婆、几个孩子？去问问他的老婆、孩子都是怎么看待他的啊？还有那个谢建生，这么焦作的一个，连饭都混不上吃、搞赌球的人，在那块粗鲁至极、流氓都配不上的人，那垃圾。大家怎么跟他去扯，就浪费时间呢？推友们，这太不值得了，咱们干什么事儿呢？咱们要这更高的追求，在这小人面前浪费时间，能干大事吗？推友们，你不觉得浪费你们的生命和时间吗？西藏人民支持我好。那么我再说到关于这个案情啊，关于这个案情啊，最好的这个一个样板呢，大家去看什么呢？跟北大方正证券的去比较。北大方正证券实际上是6条罪啊，不是3条罪，也不是6个罪，6个罪啊是判这个4罚，但是回家当庭释放，也是在大连开的庭。大家去想想，大连中院开庭啊，好像是啊，这个开庭的时候有像我们这样的直播吗？有没有邀请40个媒体电视台啊？
有没有在这个庭上有这样的过程啊，这样的程序啊？为什么呢？是郭文贵的脸大，是李友的脸小，还是李友吃海骨丸吃多了不易上镜头？这都不是吧。而且李友案开庭以后，我们的环球时报咋不报道呢？香港的东莞啊，香港的什么东方日报咋不报道呢？咋不这个中国的 CCTV 咋不报道呢？李友的案子涉及到的这个小股民啊，这个几百万啊，几百万，涉及到国家的钱上万亿，涉及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的精神殿堂，那你说为啥呢？为什么不去叫李友这个公开审理呢？而且当庭全部释放，啊，李友立功了，李友的同事们也立功了。14个员工里边有5个是他的情人，是他的情人团成员，他的秘书啊，什么魏巍啊，这些女孩子啊都是北大的很多女学生啊，那为啥都放了呢？是不是用北大的案子来对比盘古的案子？我们的员工羁押都在2年半左右啊，人那个方正的都羁押平均1年当庭释放，他们所定的罪行哪条罪都应该判7年到无期啊，结果就是1年多的时间就给释放，而且还不公开审理，而且那天大连的2条街全部封闭，也在北京来了各种的领导啊，当庭这个当场这个坚持审判。所以说呢，这个北大的案子是对我们这个事情最大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比较。未来从北大的案子啊，这个我还没公布他的卷宗呢，到时候跟我们的卷宗公布公布，大家就知道了。那么第二个呢，我想说的是，大家看到的关于我们的骗贷、骗贷骗贿，这两天我们让子弹飞一会儿吧。这个法律界已经引起了高度高度的重视，海内外啊，海内外已经是高度重视。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到目前为止，我从未听说一个有法律常识人说我们是符合骗贷案和骗贿案的，起码常识大家都没看明白吗？这他们都没看明白吗？我和农业银行签的是叫商业贷款合同，我没给你政府签合同，我是给农业银行签的商业合同，俺俩的合同的约定非常简单，他借给我钱，我做抵押担保，我还给他钱。这么我已经给了他36%的回报，36%然后呢，所有羁押的物品呢，已经是超额的羁押，符合一切贷款条件。我跟他的贷款条件是什么？我跟他贷款条件是他借给我钱，我做抵押，我还钱。所有的刻公章还有合同准备，那不是贷款主体，那跟贷款没有任何关系。还有更夸张的事情，还审计署审计我们还钱了，这个简直是胡说九道啊，胡说九道啊！审计署是国家行政机构，你跟我商业合同什么关系啊？你审计是农行，你审计的有我企业吗？你跟我什么关系呢？啊，把审计署拿出来一条来证明什么呢？来想说明什么呢？不往政治上靠吗？而我从来不知道审计署为什么要影响我们还钱。2010年贷的款，2010年年底你搞的审计，我2014年还的钱，结果庭上再次确认说，因为2010年和底审计署审计出来才让我们还钱，你简直是胡说九道了，简直，哎呀，这个简直是，这哪像一个国家行为呀？有点严肃性没有啊？这叫国家机器吗？你国家审计署跟我一个商业合同有什么关系？我们的那个员工去私刻公章，跟你合同当中签署有这一条吗？有这一条吗？啊？银行也没告我，当事人没告我，我也没影响社会利益，而且法庭的公诉人都承认，我的目的不是以侵占别人或者是欺骗别人达到我这个获得财富的目的，这是175条的核心呢、啊，核心呢、啊？怎么可能就成了骗贷了呢？而且的骗贷款的主合同当初是农行签的，请问问我要是骗贷，那农行的法务部、代审会、这个贷款使用的监督的北京市分行，
还有所有内部的所有的贷款的走的程序，而且我们使用了四年，资金的去向都是他们批准的，他应该是主犯，首先有罪。为什么要说我们郭文贵和我们三位员工有罪呢？为什么呢？这连傻子都能问得出来的问题。还有更夸张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说这个2014年我还这个钱，我们杨云当庭就说了，这个都是已经过去两三年的事了，不让他说话，也不让他说话。里边核心的事情我还没说呢，我就说三个观点，这个合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拭目以待，我现在不说啊。那么关于骗贿罪呢，就更胡扯九道了，那就更胡扯九道了。你去想想，我的钱今天在国内每天出来多少钱啊？每天出来多少钱？我自己的钱，员工按照这个银行的要求提供了票据啊，提供了什么？我们人家律师包括法庭、公诉庭一再重申，什么叫国啊？2022年的这个人大的司法新的决定的第一条、第三条，本来是第一条改成第三条了，使用国家这个外汇机关的这个制造假凭证才为叫骗贿罪，然后剩下的叫套贿罪，就这就不能往下细下言说了。第三条的细节明确说清楚的，这个国家在这所有的资金所有拥有者，我是钱的时候，我不是拿你的钱，我没有获得这个其他第三方财富，侵占第三方财富，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的一切条件，我只是违章。连违法都不算，结果你给我定上骗贿，啊，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连北京市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你都不敢说我是骗贿，你公安机关说我是骗贿，骗贿的条件是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是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严重以侵占别人资产为目的，现在有吗？没有吧？还有。骗贿罪的背后故事我还等着大家，我有两条会说，我说完以后让国家的很多机关他会真真正正的意识到我这个以黑治国以警治国的灾难啊！现在我还不说，等到时候再说，这里边有大故事了啊，有大故事了。还有这个案子啊，未来很简单，我们的贷款啊，我一定会斗争到底的。我的贷款骗贷，我就想跟海航的合同比。我跟北大方正的所有贷款，我北大方贷了几千个亿，如果北大能拿出来一个合同啊，是符合他们今天所法庭上定义的贷款规定的，郭文贵愿承担一切最严重的责任。如果海航能拿出一个，是符合他们定义的贷款合同，文贵愿意肝脑涂地，这不完了吗？我们有对照，对吧？非常简单。如果说郭文贵那个属于骗贿罪，那把李友在海外所有的几十亿、上百亿的美元，把海航的几百亿美元所有汇款的路径拿出来，咱不跟所有的其他国家的比，也不和其他人比，我只和方正海航比，公平吧？公平吧？这个退友们，文贵这要求不过分吧？按照中国的宪法和刑法明确规定，任何涉案人都有权利来证明自己无罪，凡是自己证明有罪的都可以不作为证据。但是今天呢，所有的法庭上都是自己来证明自己有罪啊，这中国的宪法刑法修正案在哪儿呢？啊，大家想想，任何老百姓都问你郭文贵有罪，好，严判。但是郭文贵已经以这个一个知情者的身份检举揭发方正李友几年了，而且涉及到上万亿，而且很多钱现在没还，咱能不能让他也出示呢？还有海航现在几万亿，能不能也出示呢？是不是？这不就齐了活了吗？啊，所以说啊，现在啊，很多盗国贼呢还在尝试着用我的资产、用我的员工来试图绑架我郭文贵。
用我的家人绑架我郭文贵啊！这个一直以来盗国贼们的手段就是用三招啊，完全是捂住你的眼睛，捂住你的耳朵，捂住你的嘴巴，让你不说话，要不然你一喊警察来了，哎，他是盗国贼来了。他首先得这样，所以说网络控制、宣传控制，然后呢，这个让你听不见，把你耳朵蒙上，这是所有盗国贼，大家都看到了。开完庭以后，没所有的下面的评论通通删除，所有的媒体全部说郭文贵坏话，你能听到真相，一律给你屏蔽掉，夸张吧？天下有这样的政府吗？14亿人民的政府，一个公开审理的案子竟然是这样，啊！第二招，所有人拿你家人做威胁，你敢对外说，你敢张嘴，把你家人全弄进来，比你还惨。你家的钱没有，你家的房子没有，你家的一切都没有，你爸你妈会怎么样？你的妻子儿女怎么样？你老公会怎么样？哎呀，这说的说的搂不住了，还是留点吧，以后再说吧。第三招，永远让你害怕啊！看到《环球时报》了吗？那话说的，要想你要敢跟民运走在一起，郭文贵弄死你！你敢跟美国政府在一起，弄死你！美国政府能保得了你吗？保不了你，弄死你！然后你想想张宝胜啊，想想这个过去民运的人都什么下场？最后一句话，你必死无葬身之地。环球时报啊，我是用佛家说，你们这些人都不能得好死啊，这个下19-18层地狱都不会拉倒，不但是妄语，你还带有这种严重的，就是咱们说的以警治国、以黑治国的这种业障啊。中国在过去5年公开的审判了官员，所谓的贪官26万3000人，事实上大概是免职、被约谈，还有涉案人员、老板、社会各种人士，大概在960万啊。这都是有这个官方素质的。未来欧洲的有一家基金专门做叫做 True China， 就真中国，专门公布这过去5年反腐的各种真实数据的，会很有意思。我和他们有联系，他们说大概涉及到960万到1000万人。那么这些人当中，涉及到了将近上千万人当中，所有人绝大多数的很多过去啊，都是被这样那样的威胁过。几乎所有人都被说过这类似于这样的话，你不配合，让你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敢和我们组织斗和党斗，党的和国家的机器的火车已经开过来了，你以卵啊想击石，你想以石头来挡这个火车，就是我说的螳螂挡臂，那你叫死无葬身之地。然后信不信把你爸妈抓起来，信不信把你家人消失，这是他们这个基金调查所有的涉案人最最被说的几句话啊。这个环球时报公开威胁人民，中国的法律明文规定啊，这个对对方人身攻击和对有人生生亡生死威胁的，全部都视为这个涉及违法。那么环球时报一次次的对我个人人身攻击，什么死无葬身之地，这样的带有威胁的语言，这是多么的夸张啊！这不叫人身攻击吗？而且大家知道，抓我们盘古的员工立案的是中纪委纪委加公安权力大过天专案组，名义叫郭文贵涉嫌黑社会，涉嫌黑社会，结果你看我这样像黑社会吗？啊，涉嫌像黑社会吗？结果黑社会没弄成，弄成了骗贷罪，弄成了骗贿罪，而且竟然在开审全世界所有能控制的媒体上，然后给郭文贵定义为什么？现在要是环球时报出来说郭文贵你敢跟西方合作、民运合作，死无葬身之地，公开威胁，这才叫黑社会呢。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我反对以警治国、以黑治国呀，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很关键的。看、啊、我这又在警告我呢啊，又有人黑咱呢，又有人黑咱呢啊。
这个大家知道啊，我在这要讲一个案件，讲一个事情。我突尼斯这个国家是个很美丽的国家啊。突尼斯这个国家呀、啊，当时这个总统啊，这个叫本阿利啊，本阿利，他叫阿里，本阿里，他总统，他的这个总理啊，就是当时特牛的，就是加努西。加努西呢，就是后来推翻了是本阿利啊，本阿利后来逃往了沙特，啊，还有一个他的女婿特别有名的，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叫这个马德里，啊，这个马法里啊，这个人很厉害，很牛。这个人呢，这三个角色啊特别有意思。本阿利这个人啊，这个当了几十年的总统，后来被所谓的颜色革命给推翻了。这个我曾经跟他这个加努西啊，这个还有他们这个总理啊，他们这个国家很多人都去谈过啊。行，我知道，我看到这儿了。这个去谈过，我包括他们的这个几个大学的那个博士啊，还有教授，我都问他们，你们是怎么认为这个突尼斯的事件发生的？真正的原因，他们非常清楚地告诉我，绝对不是官方所说西方的所谓的颜色革命起了关键的作用，最关键的是当时那个孩子啊，当时那个孩子自杀，那个孩子自杀大家都很清楚的啊，受到了，因为他是被一个小贩儿，被人家这个所谓的以法这个来把他给这个收缴了他的东西。他本来还要去有理想，那天还去买个汽车呢，梦想去买个车呢，结果回来自杀了，然后引发了动乱。而事实上，最后大家的分析呢，这个加努西和本阿里之间的斗争，也就是叛国贼和真正总统斗争，而且他的司法部长啊，司法部长在里边，也就是今天的政法委书记，他们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关键的微妙的作用。那么他的家族啊，他这个女婿啊，非常的这个贪婪，这个也在这个中央公园隔壁啊，也在我们海航的隔壁那块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房子。这个马德里这个家伙很贪婪，他这个太太呀叫这贝尔雅，就是这个本阿利的这个太太叫贝尔雅，这贝尔雅这个女人也很贪婪，大量的钱移向了海外。实际上在他出事的2010年，这个是12月份出的事儿，他2009年、2008年的时候就在这个西方啊，到处社交媒体上，还有一些媒体上报道这个他们家里边29分钟了啊，报道他们家里的腐败和大量的金钱豪华奢侈。实际上那个时候这突尼斯的经济啊一直在上涨，啊，一直在上涨。那么但是老百姓看到他们这样的把钱大量的转向海外和消耗，很不满，就有人各种人出来说话。就在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候，他的司法部长起了关键作用，就帮助本阿利这个总统抓人。这个抓人就有少量的，就今天看到的，就抓老兵就抗议，在抗议的时候就发生各种冲突。这时候司法部长就一再的要增加维稳费用，从维稳的费用，从他 GDP 的是 0.7， 最后涨到了7，涨到了0.7，涨到了7呀、啊！这个短短的3到4年时间，这个司法部长，这个总统深信不疑呀、啊。而且他是跟那个女婿马德里很好的，这司法部长了解这个女婿一切，这个女婿嫖娼、玩处女、这个吸毒，所有都是这个司法部长安排。说司法部长很了解他，也了解他家，最后这个总统就特相信他，所以他就大量提高维稳费用。这个维稳越多 ，GDP 也增长，人民怨气越多，然后怨气多就有游行，游行就捂眼睛、捂耳朵、捂鼻子，啊，然后大量的宣传机器来说谎。欺骗愚弄这个老百姓。就在这个时候啊，发2010年的12月4号发生了这个小贩瓦比比的事情，瓦比这直接就引发了这个大型的骚乱，控制不住了。这个时候这总统一看没办法了，这个就要跑到沙特去，带着全家在边境上被控制住了。控制住以后是司法部长把他给卖了，然后他的总理啪嚓啊，阿努西就直接把他给全家给抓了，说你家已经被立案了，我有证据啊，因为什么司法部长了解你家全家的情况腐败啊，对他女婿的事情，说你女婿是最严重的家伙，马德里最夸张家伙，而且贝尔雅你老婆有很多钱在海外啊，直接全家给抓了，啊，最后这总理跨上去了，
然后呢就把这个国家给再看突尼斯就完蛋了啊。这是一个盗国贼和腐败集团和腐败女婿和四反以警治国以黑治国，还有大量的这个经济投入到维稳当中，最后达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叫均值，叫脆断，就突尼斯和以警治国达到了维稳费用坚持不下去脆断的这种这个结果，脆断的结果，但最后归宗于美帝国主义。什么这世界上有坏事都是美帝国主义干的，好事都是美帝国主义干的，这是所有的有问题国家这个最好的借口，都是美帝国主义。那么结果最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叫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什么叫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就是人民的革命，就是人民接受不了以警治国、以黑治国的结果。哎，今天这个测试很好啊，我们这很好很好给我的。所以呢，大家要坚定的看到，我这两天我看到了对我们这个事情审判真的是非常好。我觉得这位年轻的领导是我唯一在这些两三年来看到有勇气，真的想把事情走入到一个依法的程序里面去，而且他想把这个事情让社会来检验，他确确实实要为这个国家，他要争取到一个能有一个新的开始，好的开始。但是他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他的权力也是很有限的，这个我希望他能做到啊！我这是绝对的，是个天才，绝对的天才，我希望他做到。但是盗国贼们这些老同志能不能让他做到很困难，不一定啊。我祝福他能实现他的理想啊，真正的在郭文贵这件事情能体现，这件事情能把郭文贵的事情变成一个正能量，以法治国的正能量，同时对社会的维稳啊，对这个私营企业家的尊重和对这个国家的这个真正的是以法反腐，不是以黑反腐，以贪反贪，有一个新的突变。同时呢，也是中国的这个法院的未来对整个这审判的过程都以程序化法治化，我希望这样子。那么我希望通过我这个事情呢，能有让真正的对国家对人民有感情的人能看到一个希望，看到一个机会，看到另外一个角度，事情不一定变得这么坏，也不一定把它变成那么糟，非要把郭文贵逼到成敌人啊，逼到敌人。郭文贵你可以杀了，是环球时报你说死无葬身之地，郭文贵的现象，郭文贵这样的人会层出不穷，会层出不穷。现在试图把郭文贵，像当年突尼斯那个事件，突尼斯的事件刚才我没讲完的事情，我后来跟他们聊的时候，就是他的女婿即成天威胁这个司法部长，而且老拿他家人威胁，而且这个司法部长呢也经常威胁其他的下属，这些恩怨到一定时候哗就爆炸了啊，就爆炸了，最后造成了社会的分崩离析，国破家亡。那么郭文贵，我不希望这样这个做这种事情，郭文贵啊不希望走到那一天，也用不着环球时报这个来去这样的威胁。也我劝劝这些盗国贼们，别拿这些无知的你老以为有效的招啊，这个用媒体诬攻击文贵，然后绑架我的家人，绑架我的资产。我今天我再次说，你试试看看灵不灵，你试试看你灵不灵。不是我将粉身碎骨，是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是你们粉身碎骨，就会像突尼斯一样，一夜之间让你变了天。易租宝事件、范雅事件、老兵，你看昨天在那个视频上看的，这不是悲哀吗？人家美国那老兵骑着那大摩托车，是不是最好的摩托车，带着自己的老婆，带着自己的情人，人家这个喝着可乐，喝着酒，到了华盛顿游一圈去，你看人的风光，到哪都是掌声，没有争议的尊重。我们的老兵现在是被警察给抓走了，那个现在正在服役的军人呢，正在服役的军人在三五年回来也会被警察抓走，你维稳的费用能跟得上吗？而且现在谁在骗我们的中央领导啊，天天往上加维稳费用，维稳的，昨天上海又出事了啊！上海又开始游行了。你能，总共中国200万警察，再加200万的公检法，一共400万人。
400万人这14亿人面前，你算什么呀？何况这400万人还都来自于人民，孩子来自于人民，他的爹妈兄弟都是人民。真到那一天的时候，不就突尼斯吗？比突尼斯还要惨。突尼斯才多少人呢？我们14亿人呢，不要多，200万人站在天安门上，你怎么着？你能把他都灭了去吗？还再给他杀了去？可能吗？不要再用这种以警治国，不要再玩这种黑社会手段，不要再这种威胁，再这种欺骗。我郭文贵最不能接受的，我再次声明，欺骗我，只要欺骗了我的，当年这个曲龙为什么我到最后我一定要让他伏法，就是因为他骗了我。我认为谁要骗了我，我一定跟他没完啊！我最讨厌骗你，骗我就是把你就是侮辱我的智商，侮辱我的智慧，利用我的诚实，这是我接受不了的。还有这个郭文贵吃软不吃硬，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服过，从来没有像硬的人服过软，但是像软的服过软啊！这个想这个想骗我，威胁我啊，这个糊弄我，你试试看看。郭文贵在死都怕他怕这个吗？我会怕这个吗？现在就像我的员工一样，我们的员工你被抓了，你现在给判，怎么成了恩赐给我了呢？我的员工被长期羁押啊，关了2年半，关成那样了，结果拿这2个罪判人家，全天下老百姓都是傻子吗？每步都是傻子啊，结果怎么样？还以为你以为判刑都是对我郭文贵的恩赐，你不觉得这是个悲剧吗？你把郭文贵当成什么人了？郭文贵爹要是常委，郭文贵的爹要是这个政法委，你敢吗？你敢关吗？这是公平吗？现在搞网络控制啊，然后呢这个搞警察抓，屏蔽掉几百万这个微信群，然后这个微博上删帖，报纸上大量宣传，这叫什么招啊？这叫什么招？这叫以法治国吗？这哪是以警治国？这以黑治国呀！这是啊。所有的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所有的中国的同胞，所有的村友们，你们想想，文贵混到了今天，努力吃苦到今天，你们哪个人到今天的时候就是郭文贵的下场？如果你到不了郭文贵这本事，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你会更惨。这是为什么郭七条我坚决要推崇郭七条呢？郭七条对我们每个人太重要了，如果没有郭七条真的中国落实，你有了钱那是你的灾难，你有了个漂亮的老婆有人惦记，你有个漂亮的闺女人家惦记，你有个儿子别人可能给你杀了变成雷洋，你有的儿子上了大学让你消失，你的儿子成功了变成李明和徐明，这不是耸人听闻吧？这都是事实吧？这个不用郭文贵提供证据吧？五毛又来了，五毛啊！行了，这个今天的测试绝对成功，今天要测试40分钟啊！现在已经到了，所有的推友们，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一切都刚开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希望今天呢，这个能给你们这个报平安视频，能给大家沟通的这个让大家有点启发，希望所有的推友们不要再有第二个郭文贵的事件发生，这个6月16号一定让你们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希望大家把你们心脏练好啊，做好准备，锻炼好身体。今天别忘了锻炼身体，好好陪家人。谢谢，谢谢所有队友，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